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那先听好的吧。我们现在的订单比之前计划的还要多出了50%。那坏消息呢？我们根本完成不了。为什么不行？问题在哪里？我们的曲轴生产已经到了生产能力的极限，再多是不可能的了。我们该怎么做？我们应该扩大生产。对此，我们需要30台加工机械，一套硬化设备，10个加工中心，新的车间，更大面积的厂区，250名高素质的工人，再加上一点运气吧。这样，我们有可能在2年左右完成这些订单。那你怎么看呢？这很明显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。我去煮杯咖啡。或者我们可以像我们竞争对手那样，从位于诺德豪森的 Fontpartrain 公司进行订购，他们能在2个月之内完成这些订单。我的女助理曾经去过那家公司的。图林根州的一个小城市，一家有创新精神的国际化企业，独立于所有大型集团之外的欧洲境内最大的同类工厂。这三者如何能够统一起来 Foyer Powertrain 总是令我惊讶。据说首次造访图林根州的 Foyer Powertrain 公司，一家为各种发动机生产曲轴的专业厂家，请随我一起去参观一下吧。公司管理层的 Wellman 先生将向我介绍 Foyer Powertrain 公司。欢迎来到 Foyer Powertrain 公司。非常感谢您的邀请。能源以及交通运输在世界范围内是很重要的主要参数，无论在陆地、海洋或是天空，我们都需要更加强劲的发动机。而这一切又取决于精确、快速生产出的曲轴。我们公司正是应用专业技能。在核心问题上，从一开始我们就和用户保持着紧密的联系。在设计期间，我们公司丰富的经验就会为客户节省宝贵的时间及成本。这是典型的双赢局面，完美的团队合作足以让我们应对任何不同寻常的客户要求，而优质的同步工程是我们重要的创新力量。这样工作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乐趣。当今世界的物流运输一直需要更加强劲的发动机，精确化的曲轴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。而 Foyer Powertrain 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以最高的产品质量及快速可靠的生产著称。高素质的员工，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来实现这一切。在来料检测之后，物流配给是完全自动化的。每天我们要生产1000个曲轴，对此，一个最优化的物流方案是非常重要的。从经典的4缸到12缸发动机，从载重卡车到轮船发动机，都会在这里生产出来，销往世界各地。自己的教学车间保证了对专业工人的培训。我们现在有45名正在培训的员工，而且我们会在他们培训结束后为他们每人提供一份工作合同，就像往常我们所做的那样。
只有当快速生产出的产品质量完美无瑕时，才会被 Foyer Powertrain 公司投入使用。嗯，这就是我想象中的 Foyer Powertrain 公司，富有活力的员工，针对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，还有最现代化的生产设备。 Foyer Powertrain 公司就是现成的解决方案，我就是这么认为的。